立刻解析。那因为其实呢，当然每次有约这种活动，业绩压力是很硬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一定要诚心推荐这个醉夏，因为它是这个功效型的精品。功效型精品。功效型精品。我觉得现代人啊，想要用保养品啊，都想要，我想要速成，我想要赶快又一擦就有效的这种感觉。那时候我就听说醉夏呢，就是功效型的保养专家。所以它就是每一罐有每一罐的它自己的功效跟功能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效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相信，因为刚大家都买了，我相信你们回去试用之后就会知道它的厉害在哪里。但是还没有买的朋友，没关系，听我们现场待会介绍完，说不定你就会心动了。没错。让大家来做抢购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下机会了。我们要不要先给John Element最下一个热烈的掌声？我先试一下。而且刚刚有跟粉丝朋友聊到啊，我发现就是野生的伟静很常在路上被人家捕捉到。我超常来这里的便利商店，每一个礼拜做捷运，没做捷运，然后周末都到市集，对，然后买保养品，买保养品也可以做成品，有没有？卖衣服，对，都会有粉丝，每个来这边都可以找到我。没有任何瑕疵，每一个 moment 就算有一点动态看起来这样放空很累，也还是很帅。OK， 这是因为我们的John Element有非常厉害、高浓度又精准有效的这些功效型保养，带给伟静就是，不管在忙碌的工作或是日常生活当中，都可以有有效的保养，而且看起来气色都非常好了。没问题，我觉得呢，选保养品的时候，是，当然要选那种我们皮肤有状况的时候，一定是想啊，我想要使用之后，我就可以赶快立刻得到改善是最好的。没错，啊天哪，我最近皮肤好差，然后擦好久，一年之后才好。太久了。洗完脸之后已经跑了。对。一定要就是那种可以速成的这种产品是最好的。是。只要选那种差一年才有见效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我们一定要立刻有效。对，立刻有效，所以我就要立刻来推荐最推荐的哦，因为我个人很注重保湿。保湿，然后就最像我这一瓶，好不好？哇，水宝宝维他命 B 五保湿精华，一字不漏，我们先给伟静一个掌声。重要，好吗？你即便你真的再懒，我什么都不想做，但你千万要保湿啊！没错，我是过来人，我以前根本就是我很久以前在刚出道的那一阵子，是，就是我就觉得仗着年轻真好，我皮肤就是好啊，我皮肤就是没问题啊，反正甚至都没有在保养。是，当我真的出道之后，开始拍戏开张，
天天化妆的时候，还有熬夜什么之类的，全部掺在一起之后，才发现我来不及了，瞬间皮肤烂掉。我是那时候开始救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所以才开始注重到保湿的妆容。遇到每一个人，每个演艺圈的大哥大姐，大哥没有啊，大姐，大姐，也就是保养的大姐，就说因为在保湿，一定要注重保湿。是。保湿超级重要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一定要好好的涂。OK。我觉得它的质地，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下。好，它旋转打开。有人要试一下吗？来，有没有粉丝朋友想要来试一下？你们想要不拍手机呢？就先这样喽，就这样。没错，而且是非常质地、非常舒服。等一下，怎么会有我们两个顾问在里面？我的天！你试用一下，很舒服，对不对？舒服，而且就是你可以瞬间感受到它的滋润，对，很快就吸收了。重点，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它不会黏腻，这非常重要。因为有些人擦保养品不喜欢擦完的时候黏黏腻腻，没错。OK， 所以我们维他命 B 代保湿精。就会让大家立刻补水，出货要先进起来哦。那再来，我们当然不只有就是最基本的保湿啦。听说我们还有最近很夯很夯的产品，我已经考考你，就是 A 醇。A 醇。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听到 A 醇就会觉得，A 醇感觉是比较刺激的成分。对，但是考虑一下，它就可能会洗洗的。刺刺的，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，因为我自己也是敏感肌的，然后敏感肌都是，但是我发现这个 A 醇呢，它超级舒服，而且马上立刻抗老，对，你抹上去你完全不会立刻尖叫，不会尖，洗洗你怎么立刻抗老，好不好？这一关很重要，立刻抗老，好，我们用起一些。
活肤精华 ，OK， 那一滴就可以让你立刻提亮，而且它这个很特别的，就是很多维他命 C， 它可能一买就是成罐的产品。拜托我们的这一款维他命 C， 它一拿到的时候是维他命 C 粉加上它的精华水，所以它是给大家最新鲜的维他命 C， 回去等一下也可以试看看，也可以揣看看哈。我在介绍的同时，他的手上一边在使用我们这样 Element 产品。里面刚刚有一个重点，有一个没有闻到任何香料味吗？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我们这样 Element， 如果你是敏感肌，它不含任何的香精香料哦。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，也非常推荐给大家。那当然，除了我们提亮之外，还有一个叫做多生态的紧致精华，让你的脸部立刻紧致。立刻紧致。OK， 紧致精华也很重要哈，要拉。那我已经有没有想要送给哪些朋友？比如说某一些大哥大姐。我跟你讲，朋友群里面就是我年纪最大。哦，那你自己先用。立刻拉提紧致 ，OK， 好。这以上呢，这五款呢，就是我们这一项带给大家功效型保养精华，让大家温和有效之外，又可以让你呢对症下药，非常厉害哦。所以我已经可以帮我们来复习一下嘛，因为等一下互动很有关系哦。比如说我们蓝色的水宝宝明白维他命精华，它可以让我们立刻要补水 ，OK， 补水啊。好，那接着红色的 A 醇，那我们要立刻抗老 ，OK。好，那桃红色的多酸精华，立刻缩。之外，还有一个，因为它的保养方式很特别。我先来问问伟静，你平常保养的步骤是不是大家可能从小到大是，就是大概是化妆水、乳液、精华液、面霜、睡觉，对，就这样结束了。对对对。可是这样一套下来，大家要多少时间？如果弄得仔细一点的话，我自己嘛，男生的话也要十分钟，也要十分钟，就是加配按摩啦。哦，对对对，好。非常厉害的叫做补习保养法，你可能在家只要3到5分钟，全部 mix 在一起，你就可以做到完整的保养。我看到这位说全部混在一起，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有一样的，我一听到这个东西，我吓到。当接触到我们品牌的时候，有吓到，吓了一下。不是因为平常在选产品的时候，就会觉得，哎，那这个可不可以跟这个加在一起？对，啊，这个到底那不能加在一起啊？这个要先还是这个先？啊，很烦。顺序。写上来，对，因为有点那个需要吃银杏的时候，我每一瓶都要写1、2、3、4，提醒自己不要搞错。But 我们专 Element 不用，我们只要你想要的针对的功效，比如说我要抗老，我要紧致，我要保湿，一次到位，全部 mix 在一起哈。那我们可以简单来示范一下我们的补习保养法吗？好，我们先挤一滴，挤一滴，我们老师来一位好不好？我们协助一下。你在家里就这样子，大家有没有 amazing 的感觉？吓一跳的，你可以单用，你可以 mix 在一起，因为它有一个生物相容性，所以它才可以做到就是补习保养法。今天我已经要把它这只整只手都保养好了，你可以擦到手臂肌肉的部分，秀一下肌肉的部分，擦一擦，哇 ，OK OK， 好，很奢侈哎，很奢侈哎 ，OK。平常不敢擦。哎，插在发底上是很伤本的事情。没错，今天我已经我这一只左手帮你保养好了。OK， 好的，所以我们的果昔保。
保养法也非常非常的厉害，让大家可以缩短保养时间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对现在太重要了，因为真的回家很累，我一想到我要保养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好烦又有点烦。伟俊最近很忙，像是新歌哦，新歌对吧？刚刚是有粉丝朋友会哼，对不对？这边我刚刚想叫他哼一下，但是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而且我们也恭喜伟俊他在香港音源是第一名，谢谢谢谢，好棒好棒！听说金钟也入围了，对对对 ，OK。所以在这么忙的情况下 ，John Elephant 非常非常的适合你，没错，而且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最后一个很大的特色。也可以使用吗？没错。怎么了吗？就是刚刚讲的，它没有加任何的酒精、香精，什么成分它都没有加。是的。所以就是如果在选保养品，你真的会觉得，因为它本身是没有添加的，你在选保养品有时候会不小心选到一些负面成分，是。你在这上都可以放心使用，真的放心推荐给大家。对，所以如果呢，今天想要养好肤质，欢迎来到我们John Elephant了。
体联访，还有我们先来补充照片咯。那有需要补照片的媒体朋友，记得帮我们挥挥手，让李静可以知道一下。可以帮我们试一下我们的 John Elephant 的各式产品咯，有水毛宝、B5 维他命精华，还有我们的玉纯抗老精华，这些呢都是非常厉害的功效型的保养。那我们 John Elephant 呢，也是功效型保养精华的专家哦。好，有需要补妆。帅气的照片。